佩玲出道多年，凭借独特的音乐才华受到许多粉丝喜爱。近日她也特别趁着休假跟好姐妹们一起出游，同时不忘带着最爱的两只比熊犬出门，还幽默自称自己是熊母，很享受与爱犬的相处时光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九令穿着相当简单休闲，还自己开车载着好友到餐厅吃下午茶，让粉丝们纷纷羡慕直呼好想坐天后开的车。更让粉丝惊喜的是，从九令晒出的自拍照可以看见她的素颜状态超级完美，尽管只有简单的妆容，但她的皮肤超透亮，对着镜头露出甜甜微笑，整个人看起来超级年轻，不敢相信她已经42岁，实在是太冻龄啦。Bye.